Alex。你跑了很多呀。妹子，你怎么会是你啊 ，Alice 的？我哪知道你是麦 Alice 啊？我的妹子呢？你做过些什么？你做过什么，我就做过什么了。你找死！你跑来我房间干这种事，我一定控告你。喂，我现在是受害者，这间房是我的，你的，我的，我的行李还在这儿呢。我的行李呢？我的行李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内裤啊！哎呀！喂喂喂，这间房是我的名字定的，那间房是九号房，你走错房了。这是九号房，不是六号房吗？岂有此理！我要告你擅闯私人地方！你有种！走啊，走啊！糟了，为什么人人都指着我笑呢？难道他们知道我跟 H1E？ 哎呦，小姐啊，你很脏啊！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一看就看见啦。我已经洗了几次澡了。哎呀，洗澡没用的。我也知道没用。要洗衣服才行呢。洗衣服？当然啦，你看看。这衣服这么脏，不洗怎么行啊？啊！禁止标贴。你是在说这个？是啊，不然你以为我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事儿是他，是他偷了我最宝贵的东西。真的报警抓我？站住！别跑！啊！哎呀！不要！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谢谢你 sir， 这死狗叼走我意大利真胶拖鞋，出来不到半年呢。请你喝茶。喂呀，你妹妹在厕所里三个钟头了。什么？叫她快一点喽。你叫我去啊？那她跟我更赌气，她更不出来了。你去吧。喂，看完了再说嘛，正是最紧张的时候。干什么？什么事啊？易路啊，她说阿日洗澡洗了很久了。哦，不是，我是怕他不知道有什么意外啊。你会这么好心？这个家是我的，我喜欢洗多久就洗多久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那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厕所这么久，我怕你晕倒在里面。你又是娱乐界的，那万一叫救护车就不好了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他刚从卧室出来啊。哎，那厕所关着门，谁在里面啊？啊，不是阿志是谁啊？你妈还在楼下呢。哎呀，不用问了 ，H5N1 了。哇，什么味道？像是消毒药水的味道。好像从厕所那边传来的。咦，这么大消毒药水味儿，他干什么呀？不会是洗厕所吧？哎呀，他那个人不把你的地方弄脏了就算庆幸了，你还让他洗厕所？那消毒药水有什么用啊？自杀也可以啊。什么事？这么多人啊！你受了什么刺激啊？平时三天都不洗一次澡，今天居然洗了三个钟头的澡。别提了。我还以为你干什么呢？妨碍我们今天看大结局吗？就是啊。哇，你没搞错，什么戏啊？男主角在洗澡还哭啊？剧情是说呢，那个男主角糊里糊涂的跟他最恨的那个女人上了床。三十多岁的人了，用不用这样啊？还要不停的洗澡，你以为是女人呢？真好笑。喂，好笑？那是喜剧还是悲剧啊？喂，哭着洗澡会不会是喜剧啊？你说呢？你说那些编剧啊，连这也写得出来，真是的。有时候，有些事你以为不会发生，就偏偏是真的。那个男主角这么像 H1E 啊？啊，简直就是你，衣服一模一样。H1E，哇，你干了什么坏事啊？吓得跳起来了？没有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吃完午饭再回来吗？笨蛋，你今天要把这些信全都送到。
痛不痛啊？不痛啊。哎，去常州有没有艳遇？有，你怎么知道？人人都知道，在酒店搞了一晚上吗？你的事啊，大家都知道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自己说去喝酒的。大口强呢，说你昨晚在常州酒店里睡了一夜呀。只是这样啊。到底有什么原因？你快点说吧。哎，你大嘴巴不告诉你。喂，尔康啊，最新出的送给你看，《酒店鬼魂实录》。《酒店鬼魂实录》，真人真事，刚刚推出的酒店神秘偷拍。偷拍？哇！哎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日本人最喜欢玩偷拍了。这不是日本人拍的，是在香港离岛酒店拍的。不会是常州吧？哎呀，说不定下一章的男主角就是你。哎，不会吧？是啊，怎么会呢？喝醉了像死猪一样，谁看得上他？你们真讨厌啊，看这种三级的东西，会拿回去自己看吗？也不是很三级啊。什么？什么？酒店鬼混实录不是三级，难道四级啊？哎呀，这张是酒店鬼魂实录，不是鬼混实录啊，是鬼魂。哎，只是鬼魂，吓死我了，虚惊一场。碎了，赔钱。故意放在这里害我，我的手撞伤了，还没跟你们几个要医药费呢。你真是不讲道理，可不是吗？你肯赔钱，花瓶的主人也不放过你。那花瓶是谁的？OK 姐，你叫我吗？我的花瓶600多块呢，是谁打碎的？对不起，是我。没关系，赔你钱。不用了。600块是吗？我说了不用了。收下吧。不用了，有些事情呢不是用钱可以赔的。那收了之后就可以当没事了吗？根本就没事发生过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呀。那就当整件事没发生过。那就一言为定了。当然了。就这样。他们两个干什么？变了，不是鬼上身。嘿嘿，为什么今天的汤没了膻味儿，反而有另外一种味道了？是不是萝卜味道？是是是，撞邪了！萝卜加人参不就破解了吗？是破解了。你没听过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吗？我给你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叫你对付云影姬，你只是打碎了他的花瓶，你起码要毁他的容貌，还要赔他的钱。别生气了，冷静一点。姑姑，他们俩现在不知道多好的朋友啊。可不是，你这样只会气坏你自己哦。这就奇怪了，听你们说啊，他们两个一向是不和的。突然没事了，这里头一定有什么耐人寻味的事情发生了。没事，我明白了。什么？我也明白了。真的？就是，他跟他的敌人搭上了。啊？嘿，是不是？哎，很明显是啊。正是无冤不成夫妻，无仇不成父子的。当火星撞完地球以后，就像铁甲人那样合体，跟着呢就会结婚和生孩子。神经病！嘿，我宁愿当和尚了，对不对？那更坏，那也就是玩一夜情了。那不错啊，做得好，对他不需要负责任的。啊？姑姑，你真的相信啊？啊？你们说的不是真的。哎呀，大家都知道你很想这件事成事实。你想想就算了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他那种人呐，蹂躏完了之后再抛弃他，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惩罚了。就这么办了啊。你们这帮人替朕家父亲，我不喝了，你喝吧。他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难道刚才胡说的是真的啊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别的事情我相信是真的，他跟 OK 姐。喂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我是信差啊，我当然来送信了。铜锣湾88号，这里是长沙湾呢。啊？不是吧？我刚才明明已经过海了。哎，你只是太热中暑了。前面有间茶餐厅，请你喝杯奶茶。那边呢，喝奶茶送午餐。这么好，有什么好吃的？猪肉焖玩藕。喂，猪肉又嫩，
老藕呢还蛮有口感的呢。这个菜不适合我，我没兴趣。施主，很面熟啊，你不是 ABC 公司那个好色明吗？好色明？ ABC 公司的好色明呢已经死了，贫僧法号净空。好色明，喂，好色明啊，喂，别这么大声叫他好色明了，他已经出家当和尚了。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？以前他每晚玩到天亮，不泡妞不安心的。哎，总之一言难尽呢、啊。听说呢，他泡上一个老女人，终于弄得一尘不起，对所有的女性物体都不感兴趣，所以就决定退出江湖，出家当和尚了。哎呀，原来好色明怎么一下，吓得直出冷汗，内裤也湿了。哎呀。内裤脱了，不用沤着，舒服多了。幸好外边还没湿。哎呀，搞定！哎 ，OK 姐，你肚子还在痛啊？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？应该不会吧，没拉肚子。会不会是盲肠炎呢？不会的，他早把盲肠割了，疤痕这么大呢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是啊，你见过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了。他怎么会见过呢？我没见过，是听他说的。是不是吗 ？OK 姐说过吗？上星期他跟苏哥说的。啊？什么时候说的？哎呀，你真是的，这么年轻，这么快有搏击序了，快找妇科医生检查这里吧。难道我真的有病？哎呀，这下糟了，男厕所有色魔 怎么会这样？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？你看这条内裤，内裤是色魔留下的，赶快去报警吧。千万不要洗啊，要留下来做证据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这内裤是 HYE 的。HYE？ 姐，你为什么拿我的内裤啊？不会吧，这内裤真是你的？我有男人内裤有什么好奇怪啊？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把内裤挂在男厕所里？不挂男厕所，难道挂女厕所吗？哎呀，是的，快拿走拿走。洗完当然是湿的了，不洗就脏，洗完了就不脏了，你有没有逻辑啊？根据逻辑，刚洗完的应该在家里啊。那公司有水，有免费的洗洁剂，不洗就办了，对不对？喂，内裤应该穿在里面的啊。当然啦，那都戴在头上吗？那怎么 OK 姐一看就知道是你的了？你住在我们家，我们反而认不出来。我更认不出来了。那这么下贱的事，除了 H 无一会这么做，还有谁会这么做？哎，可不是，全公司最恶心的就是我，不是我还能有谁啊？哎，这内裤好像还很湿，不行，拿去微波炉把它烘干了。让开！不是吧？喂。喂，莉莉啊，这些幼儿衣服好漂亮啊！哎，家里有的是旧衣服等她穿啊，还用买新的吗？喂，不是啊，看好了，合伙送给你当礼物、啊。不不不要，要送也送奶粉啊，尿布啊，实际一点啊。OK 姐，你不舒服吗？不是。OK 姐啊，你肚子又不舒服啊，不如去看看医生吧。哇，肚子痛的有很多原因的，可能压力太大。是啊，我刚开始怀孕的时候，肚子也老是隐隐作痛不舒服。是吗？不要不要，求求你了。我们写得很清楚，严惩盗窃，你看不见吗？有人偷东西啊。我没偷东西，只是误会。误会？我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把贴纸放进书包里，还不让我抓着你啊？你还耍赖、这丫头啊，贴纸那么便宜也偷，真是。哎，无知少女很容易做错事的，看着你几个女儿啊。通知你父母。给我一次机会，第一次。你跟警察说吧。一次意外足以致命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一子错不就满盘皆输？是啊，有些事情真是一次也不可以错的。哎呀，别说他了，烦死了。喂，我们去参加抽奖吧，中了头奖2000多块钱现金券呢。好啊，有没有这么幸运呢？哇，很难中的。小姐，请在里面抽出一个球就行了。谁抽啊？我最近不走运呢。别指望我，我没有抽奖运的。我上次抽了3次都不中。哎呀，那就别客气了。 OK 姐，你抽吧。我抽啊？我没抽过啊，那抽不中可别赖我。祝你好运。1号，恭喜你小姐，你中了头奖，你得到本公司礼券2000元。哇，运气真好。谢谢。你真是好运气啊。不会真这么容易中吧？我有你这么好抽奖运就发财了。不是啊，你也经常中奖啊，你肚子这才要命呢。我这才又是意外，
无知少女还可以说让人骗了去吃狮吼丸，我又不是被人骗，有了也没办法。也许这胎你会生个儿子呢。对呀，狮吼丸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Hello， 医生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没什么，我想问问，这里是不是有狮吼丸？什么？狮吼丸？哦，狮吼丸有啊。是这么回事就，一时糊涂喝醉了，不是滥交的哈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你到底想清楚没有？想清楚了，那个胎儿呢是不能要的，你知道了，单亲妈咪很辛苦的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，那不行的嘛，是不是？年轻人呢是很容易做错事的。年轻人，是啊是啊，麻烦你快点给我吧。不过我要给当事人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事后完一定要给当事人的。是这样，我跟他不是很熟，如果跟那个男人来那就不太好了。我说的不是男人，我的意思是你的女儿。我女儿？我哪有女儿啊？啊，你不是一直在说你的女儿酒后糊涂做错事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是在说我呀。啊，你。不好意思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？上个星期六。上个星期六你不早点来？那说的是事后完，我没，那我又怎么能来呢？如果我懂了，我就不用来找你了，是不是？那我给你解释一下，事后完呢是要在事后72小时之内服用才有效的。啊？现在已经过了5天了，那怎么办？我看这样吧，你回去如果验出来真的怀孕了，你再来找我吧。啊？哎，先买瓶药油。哇，验孕棒也有这么多种啊，买哪种好呢？还是买最贵的，这种是稳当一点好。好吃啊！啊 ，OK 姐。喂 ，OK 姐，你不是赶着去看你的外甥吗？是啊，我买东西给他了。哎呀，孙子，你怎么把他架在腋下？我选你个阿姨。OK 姐，你腋下夹着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什么没有啊？买这种东西，这么大年纪了还买钢炭探热针？探热针？哎，他准是买给他外甥用的，你以为他自己用吗？是啊，也是啊。喂，还有没有东西要买啊？没东西要买，我们走吧。你要买验孕棒啊？是啊，前几天呢跟阿月亲热完了呢，忘了吃药丸，所以买来验一验，安全一点吗？哇，你要不要在这里装天真无邪啊？哪有这么快啊？药验也在2个星期之后才验得出来，是吗？是我啊。哦，那我等他以后减价再买吧。那也就是现在验也验不出来了。咦 ，OK 姐买了新项链？不是啊，跟你平时戴的不一样哦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什么事啊 ，OK 姐？这项链变了。一看就知道了，不像你的形象，这个玉佛那么俗气。咦，那不是你的，你怎么会戴在身上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你认不认得这条项链是谁的？我不认得，怎么会认得呢？你平时戴的好像是一个玉蝴蝶，对吧？是啊，我一直以为戴的是那个。那也就是遗失了。你这个玉佛的主人一定是戴了你的玉蝴蝶了。喂，怎么会这么曲折离奇呢？什么？有时候我跟阿月早上起来项链也会戴错，过几天才会发现呢。你们两个是夫妻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不过 OK 姐没有老公哦。糟了，难道跟 H 唯一调换了？你怎么脸色苍白啊？没什么。有蟑螂。不好意思，原来是你的花呀。哎，叔，你不可以说粗话的，对不起啊。好痛啊。哎，我刚刚清洁完，你又大便。我不拉你有什么好清洁的，对不对？真拿你没办法。下贱，上厕所也不关门呢。不，你搞什么鬼？你别说这些了，快把项链还我。什么项链？你的项链怎么会在我这里啊？那你还说呢？是不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？快把项链还我。
那，听隔壁公司的 Peter 说啊，他公司的大秘书咪咪可随便了。是吗？哪一方面呢？当然是男女关系。